よ。都是哇。早上好，大哥们。大哥早上好，人生哥早上好，人生哥，繁荣大哥早上好，各位大哥早上好，感谢我繁荣大哥点赞啊。蛇哥早上好，蛇哥。香山红叶，看这红叶。欢迎各位大哥啊，各位大哥早上好。信号还可以啊。在哪里说一下去看红叶？河南啊，哥，河南。嗯，这不就看了吗？还用跑来看红叶？我带你们看。看那边山上，好像河南交到一个小雷，也是盆景庄直播的，是吗？我不知道呀，我很少看直播。
很少看别人家直播卖妆。没有现场看的好看。河南啊，河南。嗯，梦梅大哥，主播在哪个山呀？我演示的近的话就看红叶。在那个嵩山啊，嵩山的背面。在那个滑雪场那个地方。我就是河南的，在嵩山，嵩山看红叶。嘿，越下越大了，这会儿。可不是啥。嗯，我新，你新密的啊，那很近。点个关注啊，哥们，来看一看早上。最近还好，不是特别红，再过一段时间。早上刚开播，来给大哥们看个精品啊。这种浪得是水冲。看看精品，来。看看精品啊，看那个小厨子，舍利碳化，来漂亮吧，大哥们。这个地方回去拿剪刀把这块给挖干净，看这里边这个水线漂亮啊。来哥，这颗喜欢的话，来这颗喜欢的哥，来个早上第一档啊，来个260，大哥们，他这个精品货啊。精品，看这里边碳化包边，你看这个水线需要砸石头呢。大哥漂亮不？漂亮不？这颗桩。我给你拿矿泉水冲冲吧。不用。看这桩子，这比这边的肌肉感都特别棒啊！大哥们看到没有？这里边要舍利有舍利，看这种包边，都是特别棒的啊！还有上面的出枝过渡，上面的出枝，看上面出枝全是小出枝啊，大哥们，全是小出枝，来这边也是小出枝啊，因为这个桩子沙子不方便，这一块要拿掉，知道吧？这块拿掉，然后你看这个桩头，各方面这里边碳化的都特别漂亮啊。来，我哥哥们有没有哥看啊？这颗，来哥，这颗260块钱啊。包邮包到家啊，漂亮的很啊，大哥。早上刚开播啊，是不是大哥们？这桩子没杀到位呢，大哥们，这个桩子要挖出来以后再给它杀杀。260，大哥，260啊，这颗桩子简直就是可以说是牙缺了，大哥们啊。要看根盘才好出呀。大哥跟盘不会差，大哥啊，跟盘不会差，260块钱啊。你让他看这边根系就知道。我跟你讲，跟盘差的话，你直接退款。这种桩子，大哥知道吧？这种桩子跟盘差直接退款，大哥没啥说的，知道吧？是不是？你们在我家看桩子看跟盘，只能看我挖出来的那种。像我们家的桩子跟盘都不会差啊。来看到没有？来这个桩子还得杀两刀啊，还得杀，知道吧？这是雀梅啊，前面镜子前红叶，拿红叶，那个吧，那个香山和那个黄芦，大哥黄芦啊，来看这个出枝，来看出枝，这是雀梅啊，雀梅，这是早上第一颗桩，大哥260啊，大哥啊，喜欢不喜欢？喜欢的哥露露名啊，碳化舍利，你看这个水线都特别棒啊，是不是？来哥哥行不行？260块钱，早上第一单啊。东西我跟你讲，跟盘不好，跟盘差直接退款就行了，大哥，150干不动，大哥，150干不动啊，
一百五干不动，一百五都不用想，大哥啊，干不动啊。挖出来看看，大哥，这个东西我不用挖。